Knowledge，知识；Culture，文化；Education，教育；Life，生活；International，国际化。Welcome to 高师爱世界，耶、yeah!！国立高雄师范大学英语系直播，欢迎收听。 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新年好，Happy New Year！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慧兰老师。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高师爱世界的节目。欢迎收听高师爱世界，这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阿巴嘎巴那么 m 亚 Dora，我是高师爱世界节目主持人 Dora，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介绍多元化国际教育。 国际学生在台生活与文化节目会邀请外籍学生或曾经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经验和生活点滴。欢迎收听高市爱世界，这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制播。撒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市爱世界的节目主持人里布纳乌巴拉恩啊巴丁香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主要是聊聊异国留学经验与建议，还有多元文化生活及跨文化体验，非常的有趣。另外，节目除了会邀请外籍学生或是留学生与我们分享学习经验和生活点滴，还会邀请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对谈。节目精彩丰富，保证您听了收获满满。欢迎亲爱的朋友们锁定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 欢迎收听《高师爱世界》，这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制播。Minasan k o n i n g i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师爱世界》节目主持人恩瑜，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主要介绍寄教育以及国际生两地的学习点滴。节目除了邀请外籍学生和留学生交流生活经验以外， 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和我们一起对谈，内容丰富，值得您准时收听。欢迎大家锁定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欢迎您收听《高师爱世界》，这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用土生土长的台湾脑袋探索各式各样的异国经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如意。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要聊聊国际学生在地生活与文化，以及聊聊各地学子的故乡学习语言的状况。节目会邀请外籍学生或曾经在国外留学的学子一起交流学习经验和生活点滴，也会邀请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对谈。节目很丰富。 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开拓视野，欢迎大家锁定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我们不见不散。爱河马布隆及伊里古安安努马古，Hello everyone，I'm the Amis r Indigenous in Taiwan。欢迎大家收听《高师爱世界》这个节目，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制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师爱世界节目主持人伊丽拉蜜，伊丽拉米特，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主要会介绍异国留学的经验以及多元文化生活体验两大面向。另外，节目也会特别邀请外籍学生或曾经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一起来交流分享，同时也会邀请学者专家来一同对谈。 节目内容丰富精彩，欢迎大家锁定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我们不见不散哦！欢迎收听高师爱世界，这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制播。Hi everyone，我是高师爱世界节目主持人吴宇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介绍多元化国际教育与多元文化生活和跨文化体验。节目会邀请外籍学生或曾经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经验和生活点滴，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和我们一起对谈。节目很丰富，欢迎收听！欢迎大家锁定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欢迎收听高师爱世界。 本节目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制播。Hello everyone, I am Jasmine。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Jasmine。欢迎您的收听。本节目将会邀请国际学生分享学习华语的心路历程和多元文化生活及跨文化的体验，同时也会邀请曾经在国外留学的台湾学生一起交流对谈。 节目内容精彩绝伦，错过可惜，绝对值得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锁定国立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欢迎收听《高师爱世界》，这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的节目。Hey guys, welcome to《高师爱世界》。I'm your host Sophia，我是节目主持人于雅。 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要介绍多元文化生活及跨文化体验，以及谈谈异国留学经验与建议。节目会邀请外籍生或曾经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一起交流学习，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和我们一起对谈。节目丰富，欢迎大家锁定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等你哦。 欢迎收听《高师爱世界》，这是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与教育电台联合制播。b o n j o u s 我是齐浩。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节目中我们会谈谈国际学生在地生活与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生活、跨文化体验。此外，还有学者专家们现身和我们一起对谈。还想知道更多丰富有趣的内容吗？ 锁定教育电台 FM 一零一点七，国立高雄师范大学英语系直播，欢迎收听。